姜涛嘅综合新闻报道。喂，依家咧基本上咧就系全城抢购姜涛热啊！咩叫全城抢购姜涛热咧？咁啊，唔系430嘅活动，系呢个牙膏啊，打脸牙膏啊！咁啊，近排咧打脸咧更加推出咗一啲新嘅纪念品喎。总之你买四支装嘅打脸咧，就有一个新嘅姜涛嘅名牌啦，同埋即系一啲赠品咁样。喂，全城抢购啊！老实讲，姜仔都真系吓、我都好似有啲抢唔到咁样啊！究竟系点样咧？咁啊，姜仔就同大家慢慢讲啦。咁开始段片之前，请大家赞我呢段片咧，同埋留个言啦，一个心心一个笑容一点啦，同埋货金支持。好啦，咁样呢个最新吓打脸嘅产品咧，嗱，姜仔又讲中咗啦，即系打脸咧就即系用得姜涛做呢个代言人咧，一定咧会不断咧推陈新出一啲新嘅产品，咁样就去咧去就做呢个 promo。咁样个最新嘅 promo 咧就犀利啦，咁就系送贴纸同埋送旅行牌。咁送贴纸呢就基本上呢你要买佢嘅牙膏啦，咁即係呢个废话啦。但係呢旅行牌呢近排呢就受到呢个多方面人嘅抢购啊，同埋呢嗰个热潮呢就非常之夸张。大家呢都諗住呢储齐四色啊，因为呢今次嘅名牌呢就有四色嘅，就係浅绿深绿啦，同埋浅蓝深蓝嘅，都系非常之靓。嗱，绿色就冇得讲啦，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咧，我真系要同打脸咧讲一声咧，佢有心思嘅，即系一个好有心思嘅一个广告商。深绿浅绿咧，大家都明白啦，打脸系以绿色为主啦。咁而呢个蓝色咧，就系深绿同埋。深蓝同埋浅蓝呢，就蓝色都系姜涛嘅Mira 里面嘅一个用色㗎嘛，一个色调嚟㗎嘛。咁所以呢呢、這个呢就相当之有心思。即系你睇到打脸嘅 PR 呢，我真系要盛赞一赞。我佢呢依家喺我心目中呢又进一步啦。即系呢我你都知啦，哥仔成日都即系赞呢个可口可乐公司，虽然我就冇收到可口可乐公司嘅任何嘅钱啦咁样。咁咧，但系咧今次咧，我喺呢个打脸嘅 promotion 里面咧，即系特别系对姜涛嘅 promotion 啫，我发觉到佢嘅一个即系好细心，同埋即系一个好用心嘅一个策略咯，宣传策略咯。嗱。唔好讲要抢唔抢购啦，嗰样嘢先。你净讲佢个铺排系嘛？佢喺推出广告啦，推出产品啦，推出一个纪念产品嗰阵时嘅一啲 promotion 咧，系做得相当之到位。无论传统传媒定系后网络传媒咧，都一样可以做到。亦都最紧要一样嘢咩啊？掀起嗰个抢购潮。虽然我自己自问呢，我都 suffer 败呢个抢购潮，因为我自己呢老实讲我都未储齐四种色嘅名牌咁样。我当然啊见到网上面有好多姜涛已经话储齐咗四种色啦，好嘢好嘢好嘢。但我都快㗎啦咁样。因为呢依家呢我哋自己姜涛 group 里面呢就已经有一个气氛啦。就係讲緊呢我哋要呢储齐四个旅行牌。嗱，老实讲，你话要储齐四个旅行牌呢唔难嘅，但係需要大家系要用时间同埋精神去扑囉咁样。嗱，钱肯就唔算多嘅，你买牙膏系咪送赠品，你用得即系你用得我几多钱啦系咪，你同埋你买咗嗰啲牙膏你可以用㗎嘛，系咪先。亦都如果用唔晒咪捐俾有需要嘅人，都大把人想要啦咁样。早前嗰个仔都买咗好多打脸牙膏都捐赠咗出去啦咁样。咁如果话点样捐赠，我又唔想话特别讲即系边啲机构啦。其实呢好简单，我俾个 tips 你啦。其实我呢自己呢去我自己住嗰个区域呢，咁有一啲叫做叫做志愿机构嘛，慈善机构嘛。就算老慈善机构呢，老人院都会有㗎。老人院呢其实呢好点讲啊，好欢迎大家呢，你其实呢你求其走一间老人中心又好，青年中心又好，或者有啲系咪即系有啲叫做即系总之一啲
殘障，我唔識講，即係有啲中心咧，你埋到去 counter 度咧，就話哦，有啲嘢想捐俾你哋新嘅咁樣。咁咧嗱，最好咧就有埋單據，最好有埋單據，咁咧就會好啲，因為佢唔知道你幾時買噶嘛。雖然每一件產品都有佢生產期啊，同埋到期日啦，咁但係即係最好就話俾啊，我都係近排買嘅，喺邊度買嘅，咁有曬出處啊嘛。因為最緊要係。因为我有一次咧捐俾啲慈善机构咧，佢咧都会话啊，你喺边度买噶？有冇单据啊？咁，因为佢唔知道你，即系虽然你捐打年牙膏啦咁样，但系你都唔即系咁讲咧，人哋安全啦，咁都要睇下你嘅出处喺边度噶嘛。咁所以即系如果你捐嗰阵时候记住就攞埋单据去咁样就会好啦。咁系啦。咁如果你话啊，即系有啲。即係有時候我聽個觀眾聽眾話啊，捐唔曬咁樣，可唔可以托官仔去捐？咁其實好多嘅，我都處理唔曬，因為我都好多觀眾佢話買咗丹尼牙膏唔知點搞咁樣，不如一齊俾曬官仔統一去搞。咁我自己哎呀，哇好多啊，真係我數數埋埋，哇我度真差唔多過千 pack。我点样去搞，所以呢我都建议大家，即係如果你大家可能十零廿支廿零三十支，咁你 keep 住我个单据，因为有阵时你俾我呢，你要俾埋单据呢，其实当中又好复杂。咁你攞埋啲单据攞去下面老人中心又好，青年中心又好咁样。如果有啲咩有啲我唔知呀，即係总之有啲慈善机构你通常都好歡迎嘅咁樣，咁就可以處理咗佢啦咁樣。咁雖然我哋衰啲，我哋淨係要咗個贈品咁樣，但係都冇辦法啦，支持疆土咁，我哋都要取行今次呢一個打年嘅贈品嘅計劃咁樣。咁难嘅，我自己觉得今次咧，因为咧都有好多疆土去抢救，因为佢哋嗰啲贈品咧，的确系我可以称得上价廉物美啦，咁啊好多啲咁嘅贈品系整得出嚟好靓啊，同埋如果我自己作为疆土，我唔知道大家点谂咧，我自己作为疆土咧，唔知点解咧有一份冲动啊，有一份冲动咧，好想啊，好想咧有咁多立咁多咁样，咁当然系嘛，如果旅行牌嗱，我自己标准就话，譬如四色旅行牌，我觉得每一个旅行牌攞。即纪念一份咁，其实 OK 嘅。同埋我自己咧就系点解会有咧？有阵时候我都会转赠俾其他姜糖，譬如特别一啲咧喺香即系唔喺香港嘅姜糖咧，我都会买多少少。当然系相熟啦，系咪？你唔好突然间系嘛？即叫做好日你都唔 message 高登仔，突然间一 message 高登仔呢就话喂帮手即整啲打年赠品过嚟啊，寄过嚟加拿大边係咪，喂即都唔紧要啦，其实都唔紧要，如果之前冇傾过偈，咁你一开口就叫我帮手呢，如果你真係姜糖或者我自己条频道一路听开嘅人呢都冇乜所谓嘅。但係呢就即係讲有一个少少唔开心嘅嘢呢，就係话佢呢一嚟个 message 就话喂高恩仔，我要一把遮贴纸，我要一把遮两 set 贴纸，就四个旅行名牌咁样。咁你几时可以 send 到过嚟啊？咁样，咁啊俾埋地址我。嗱，即系我老实讲，嗱我有啲突嘅，讲真，即系我即系有啲即系觉得喂，即系如果你即系有啲基本上嘅礼仪都要啊，咁你讲声话 hi 你好咁样啊，我系你条频道嘅观众，咁我近排听见你即系咁都得㗎嘛，即系你有啲开场版嘛，你一嚟就哇咁直接你就都得，咁但系我有啲压特囉，咁至于我帮唔帮到手我都要考虑啦，譬如我有啲观众听众好好㗎，咁我不嬲都系同佢倾开偈，咁佢哋都好少可要求高登仔做啲咩嘢㗎，咁佢哋即系一开口佢哋都尴尬，佢哋都驚麻烦到高登仔，咁我话且唔使尴尬啦，你出声我实帮你㗎，咁样我都寄咗几批出去咁样。咁所以就係咁样啦，即係我即建议啦，即係如果大家高登仔即想
叫高恩仔帮手咁啊，整啲巴连嗰啲赠品，其实冇乜所谓嘅。你话最好就不嬲有倾开偈啦，因为我都唔知道你系点样，因为咧即系有时咧，你我唔知道你攞咗啲赠品系自己收藏定系。定系攞去卖噶嘛？即系因为依家有价有市啊，你知唔知啊？炒啊！即系呢啲名牌咧，一套名牌你知唔知炒啊？炒到过千蚊一套啊！咁样咁当然你话如果寄去外国，即系我都当你系自己收藏嘅，但系即系最好我哋之间系建立咗少少关系先咯，就唔好话一嚟就咁样咯。即系我自己就觉得。人与人之间系要首先建立咗一啲关系先嘅，咁样咁你都唔会话突然间，喂我又唔系话必定要帮手嘅，即系我讲得即系狠啲嗰句系咪先？即系叫做啊，大家姜糖咁啊，倾开偈咁，帮下手都得噶啦，咁样咁，我觉得即系基本上嘅礼仪系要有咯。咁同埋我自己觉得如果你哋有需要嘅，可以搵高恩仔帮手啦，咁样。不过即系如果太多咧，我都未必即系应付得到。不过唔紧要嘅，我自己觉得最紧要就支持姜糖，起码我都呼吁喺香港嘅姜糖啦。即系如果因为我谂你哋买呢个达莲牙膏，应该就系方便过海外姜糖嘅，同埋你哋应该系会更加容易去处理到呢啲嘢啦，所以就要鼎力支持喎，系咪？要鼎力支持落去买爆佢喎，咁样咁啊。虽然我哋就算我今日即系做呢条片嗰阵时咧，我自己朝头早都出咗去食早餐，跟住就去等开门去再买啦，咁样。咁同埋我都应承咗几个海外姜糖都会寄俾佢哋嘅，冇问题嘅，咁样。咁所以我自己觉得都系要帮手啦，系要帮手啦，咁样。咁所以就咁啦。喂，咁就系咁啦，咁样咁大家努力支持姜涛嘅所有嘅产品啦。OK， 好冇？好，今日节姜涛嘅综合新闻报道就系咁多，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。